各位看官，金陵玉树应生晓，秦淮水榭花开早。哪知道容易冰消，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听风的蚕啊，中国的军事大 V， 现在全网的账号应该是破亿了。可是呢，它危险啊，因为我一说呢，有人就说了，浩哥，你说谁谁就完了，是吧？我实在是不愿意看到老残也就此没了，是吧？啊，不过呢，这个挺危险的，我个人觉得他挺危险的，因为这两天呢，说到以色列空袭伊朗这个事儿，啊，然后呢，老残呢，好像抛出了激光论，就像以前抛出电子战论一样，是吧？可是这个实在是我这两天呢，我给大伙说过啊，我说激光武器呢现在还不成熟啊，中国的激光武器呢出口的呢也只是一些对慢速的目标无人机呢进行千米以内的啊这种拦截。大家都记得啊，要这个有物理守恒定律，你知道吗？啊，所以这个激光呢，它只是一道光束，而且得持续的照射。比如说啊，你比如说30千瓦的激光器，你得持续照射千米外的目标5秒钟，才会产生足够的温度，对巡航导弹是没有用的。为什么呢？因为巡航导弹它在这个空气中产生的摩擦，它表面的温度就达到了1000度以上，而它那个外壳是耐热材料，激光打上去，除非那种超高功率的，一般的没用，你还得持续照射。持续照射的过程中，你就记住那空中一定会出现一道光束。你见过那个激光向天上照的那个情景吗？如果是用激光武器的话，必须得有那道光束，明白吗？啊，不是说那个像一个能量团一样，说激光子弹一样，这是属于，我也不知道是中学的呀，还是那个高中的物理常识。这是朋友们物理常识，你知道吗？中国的激光武器啊，现在还没有发展到那个地步，没那么大功率。再一个，那个激光武器充能也是需要一段时间的，旁边还得跟着一个大型的能源车啊，打一次以后还得充能一会儿，明白吗？啊，有这个过程啊，不要那个像那个科幻小说似的啊，说那个以激光武器就像那个能量弹一样的啊，你都看不到那种激光束，是吧？好吧，这是基本的物理常识啊。当然了，啊，这个我想说什么呢？各位，我想说，老残呢，他不可能，他的这个以前是检察官嘛，他的这个学术水平呢，不可能是这种中学物理都不及格的这种水平。他抛出的这个激光武器论，我觉得他的路有点走偏了啊。我这是属于，有人说老残也是我的粉丝，在我这还留过言啊，我这属于劝谏老残，知道吧？啊，那个不能够把你的粉丝当傻瓜，把你的粉丝往那种低智商里边去淘汰去选择。当然了啊，这个学识智商比较低的粉丝往往是最忠实的群体，就像海外的这帮骗子郭老七和独轮运一样，这些人真的能从他们那个有限的那点兜里边掏出钱来。但是老残咱不能这么干，因为老是盯着商业利益，这个人走不远啊。为什么我的频道，我从来不希望我的粉丝成为所谓的铁粉啊，痴迷的粉儿。我是希望我的频道的粉丝是智商里边，是华人里边拔尖的，从来不迷信谁，不痴迷谁。相反，我的频道的粉丝啊，
经济价值也最低，但是没办法啊，既然咱就是要给大伙儿说的是真相，希望的是能够给大伙儿啊稍微的讲讲那个开智的东西，我觉得我不遗憾啊，这个事儿智商逆淘汰出来的粉丝的确有经济上的啊这种收益，但是呢好像是走不远啊，各位。那位说你扯了半天你想说啥呀，我觉得老残够呛了。到了。好。就这儿。啊，全省文明网络大会。现在。对对对对。那可是名人，河南的名人。跑漯河开啊。你在漯河呀。这话你都敢说。今天你还得发言。还得讲话，第一个还是。发言。对。要讲话。我靠，你天天才说，我操，早知道换身衣服了。没事，留给你的有彩排的时间，待会儿上你彩排。我的水平还用得彩排吗？张哥就来。等会儿试一下，别让残哥出丑了。吹牛，咱没怕过谁。哎，我这发型还可以吗？可以可以。没几根。忘了拿几个梳子了。什么没几根？开玩笑，我这属于天庭饱满。今天这个活动非常重要，来的还有很多领导。嗯，然后安排了几个非常重要的嘉宾讲话，应该有四五个吧，你是第一个啊。哦，没事，这个会的词我给他组了，我就不紧张了。哦，我就没压力，他就不紧张。老残的高光时刻。哎呀，就我的残。哦，哎，我给你拍个视频吧，我粉丝让我给你拍个视频。没问题，拍吧。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对各位领导和嘉宾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请抖音账号“听风的残”朱唯一老师上台发言，大家欢迎。好，谢谢。大家好，我是听风的残朱唯一。谢谢大家，我就讲到这里。可以说是光芒易逝，韶华苦短啊！老残终究没有走出这个窠臼，因为一旦牵扯到商业的利益了，有的时候呢，就是容易被金钱迷住了眼睛。老残呢，现在是卖酒啊，卖茶，就是自媒体啊，做个商业，嗯，无可厚非。无可厚非啊，真的啊，但是就容易让人怎么说呢，就像我以前给大伙讲的那个例子一样啊，就是像海外的这帮独轮运呢，他们呢就看着墙内的一些反贼们，然后呢给他打赏，墙内的反贼们呢就越来跳得越高，他们的打赏也越多啊，然后呢就碰到了高压线。老残的粉丝呢也是一样，老残说的是越邪乎啊，然后呢越天马行空，粉丝呢就越兴奋，然后呢就买的东西就越多，老残就越说越出格，所以说肯定会出事儿的。老残这方面是有点短视了，你知道吗？有点短视了，看了没有？说刚刚啊，10月28号违规违法涉军自媒体账号，典型的案例啊！一些自媒体账号打着军事评书、军事演绎的旗号，因为说没有这个点名老残呐。问题是老残是打着军事评书的第一人呐。军政评大家知道是谁吗？啊？以前就曾经点过这个事儿，爱军的热情不应该被流量所裹挟，被虚假所嫁接。近年来，社军网络生态持续向上向好，但也有一些自媒体账号臆测编造虚假信息，捕风捉影，关联炒作，严重误导公众认知，影响军队军人形象。近期，军地职能部门依法依规处置了一批网上违法违规信息及自媒体账号，现遴选通报有关典型案例。
一、捏造军事谣言。一些自媒体账号打着军事评书、军事演绎旗号，以军事科普为幌子，消费群众爱国情怀。微信公众号裂变研究所、王婆卖瓜呀等散布我舰艇击沉四艘外军军舰等谣言。有的账号通过拼凑、嫁接、剪辑等方式炮制军事爽文、自嗨解读，编造南海电子战12小时、边境爆发冲突等虚假内容。二、杜撰军事史实。一些账号以科学论证、解密探秘等名义搞历史虚无主义。知乎账号六月末狂想、陈碧红等编排在中国战场上被游击战打死的日军只占很小一部分，长津湖之战的历史事实有个不通的地方等错误论调，歪曲史实，误导认知。三、抹黑军队形象。 B 站 UP 主图腾战术方案恶意发布现役军人姓名、不职别、身份证号等涉密信息，抖音账号凯玉正能量、峰哥正能量等编造儿子不顾反对去当兵，几年后母亲却见到儿子的骨灰盒等谣言信息，抖音账号小团子乖宝、莲雾、小南不南等散布儿子从军中清华国防科大毕业一年了，没有一家愿意录用等虚假信息。四、曲解军事政策。有的账号臆测散布军队参与金融战等不实信息，百度贴吧一些用户发布歪曲文职人员制度等不实信息，成为负面情绪集散地。一些微信公众号散布所谓内幕消息，称部队将重启军转文、妄加解读福利待遇、转业安置等政策。五、煽动军地对立。头条账号甘以悲压、老张聊当下事等炒作，养一支军队耗费海量资金，鼓噪裁军20万，缓解财政压力，挑动军地矛盾。有的账号在高考季、征兵季对军地高校招生、军地职业发展等进行不当对比，渲染涉军校招生、部队征兵等负面信息，误导舆论。六、消费拥军情怀。抖音账号国防发布、国防部发布等恶意关联冒用军队官方账号信息，开设虚假账号。淘宝商家、咱家的百货铺违规使用冰雕连图片，恶意开展营销宣传。一些淘宝、闲鱼账号使用军队特定含义字样和图案，兜售军中矛盾。后边的这些都是搭子了。第一条点名就是军事评书《南海电子战》。那有人说老残没被点名啊，因为老残现在的这个粉丝那是上亿了，他的影响是最大的啊，也不能一下就那个影响太大，你明白吗？明白了吗各位？所以我个人感觉老残很危险，很危险的啊。老残这个他自己呢求生欲也很强啊，马上他的账号里边马上就出来了，他说啊，点名的不是他，别人，是别人。记者今天从中央网信办获悉，近年来涉军网络生态持续向上向好，但是也有一些自媒体账号臆测编造虚假信息，捕风捉影，关联炒作，严重误导公众认知，影响军队军人形象。近期军地职能部门依法依规处置了一批网上违法违规信息及自媒体账号，并通报了捏造军事谣言、杜撰军事史实、抹黑军队形象、曲解军事政策、煽动军地对立、消费拥军情怀等六类相关典型案例。军地相关部门负责人表示，将会持续坚决打击自媒体涉军违法违规行为，从严查处发布和炒作不实信息账号主体，曝光典型案例。同时欢迎有关部门和网民积极参与举报，共同打造涉军良好网络环境。老残确实是怕了，求生欲很强。老残的一些铁粉啊，他们都说放心吧，我们家蚕不会被封。因为什么呀？因为它是奉旨爆料啊，提升中国人的自信心，它上面有人，它不会封。这叫自我洗脑。哎呀，能行吗？这个老蚕还能行吗？央视马上就上来补刀了，央视专门做了这么一个专题片来辟谣老残所谓的激光武器。最近
以色列军方称对伊朗军事目标实施了精准打击。画面中我们可以看到天空中不断闪现亮光，这些亮光究竟是什么？本期视频教你读懂伊以冲突的现场画面到底怎么看。跟军营直线距离的这个后方，天空中突然传来一连串的，就是类似于礼花的那样的景象，然后我们就知道这个一定是伊朗发射了这种密集的拦截弹。过了很短的那个时间，天空中传来了那种类似于闷雷的那种闷闷响。如视频拍摄的记者所说，这段28秒的视频确实是伊朗在发射拦截导弹。为了更直观地看清拦截导弹的运动轨迹，我对这段现场视频进行了逐帧画面抽取，按时序将19至27秒的画面都叠画在一张图上，这样就能一眼看清在这短短的8秒里空中到底发生了什么。根据军事专家的分析，伊朗拦截导弹的方式都是弹片拦截，用导弹爆炸后散开的弹片来击中目标。视频中19秒处有一道亮光划过天空，这就是伊朗发射的拦截导弹尾焰。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道亮光爆炸了，这是拦截导弹接近目标后发生爆炸，周围像烟花一样零碎的光点是爆炸后的碎弹片，击中了以色列发射的导弹战斗部或燃料箱，从而引发了爆炸。这个细节说明伊朗的拦截是有效的。但画面中可以看到爆炸都发生在城市上空，说明画面中的拦截都是中近距离拦截，没有远距离和超远距离的拦截。出现这一情况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以色列发射的，可能是空射弹道导弹或巡航导弹，因目标本身很小，很难被远距离探测到，而拦截弹道导弹的一般都是垂直方向，画面中基本是水平拦截，这是巡航导弹的轨迹特点。这一细节说明画面中出现的很有可能是巡航导弹。另一种则是伊朗有意探测导弹的防空雷达在袭击中受到了损坏。据外媒报道，以色列在袭击中成功击中了伊朗的防空雷达，这也会导致伊朗探测目标的能力下降。看完视频，你能从冲突现场的画面中解读出背后的信息了吗？记得点个关注。各位，你觉得这一段是针对谁的呀？你觉得点名电子战是针对谁的呀？当然了，有没有电子战？肯定有啊，对吧？中国的电子战能力也不差，055确实也能打电子战，但是电子战几百公里把对方的战机雷达都烧了，这个真没有啊。断章取义、夸大解读、极大的误导网民啊。世上没有所谓的正能量的谣言，新华社说的。所以我对老残的处境我是觉得非常非常之危险。老残现在改风格，但是他这风格如果一牵扯到那个商业利益，那改起来也难呢，因为有那个巴甫洛夫条件反射般的那种粉丝的投喂与一个人的这种风格，如果一旦形成了那种固定模式的话，很难改啊。所以现在仅仅是个开始啊，各位，我个人感觉啊，这只是因为中国人办事儿往往都是不直接针对核心，而是先剪群边儿。现在正在剪老残的群边儿，老残还有救吗？各位啊，但愿他没事儿啊，但愿他没事儿。点个订阅吧，咱们下期再聊。